男子被警方团团包围，盘问毒品藏在哪？竟然胆大到将毒品放在虎爷的供桌上，请神明吃毒。不止虎爷面前，男子在房内四处藏毒，客厅、卧室遍布，总共查获近500包毒咖啡包。同样在台中，警方抓毒。远警手持警棍，不断敲击车窗，喝令嫌犯赶紧下车。男子被捕，仍然不断挣扎，不肯轻易就范。贩毒集团购买分装机、封口机，自主毒品分装厂，主打客制化外包装。该集团以知名药妆店店名高雅为名，并主打多样化外包装。毒品包装再精美，想从中牟利，逃不过警方这关。记者陈巩瑞、陈真茂，台中报道。